现在两个推车都把它修理了一下，大家看它这个角钢那个受力不好，现在目前呢跟它绑了一块，就相当于加了一根角钢在上面，这样的话它的承重力应该会好一点。然后前面的那个挡板呢已经加了那个铝管，看上去问题不大啊。这边也是一样的，都加了一根那个角钢在外面，但这个以前的旧的呢就稍微补焊了一下，之前的那个右边的牙齿用了这么久它有点松了，所以今天跟它也加固了一下。事实证明在网上买的东西只是看着好看，用感觉不怎么好用啊。好，拿回来主要是它的那个质量舍不得，我就在想如果说那个角钢再用稍微好一点，就周围的那几根角钢也就贵那么几块钱十块钱不得了了，然后呢他为什么要把质量做得这么差，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些商家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